八幡神域的中心地带，四周暂时没有发现异常。加把劲儿！注意脚底下！别溜！八大人机，你背着呢。报告队长，在我这儿呢。
徇私。我叫王宝银，打小就在这条鱼龙混杂的胡同里长大。可然你听说过，这胖子是我发小，这公子古玩是我们俩共同的爱好。这个妹妹，可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江湖骗子。看在今儿个你这家人的份上，还不如我开卖。这人叫王卫国，小时候总是听人说他是文物局最厉害的专家。20年前，他大队执行任务时出了意外，刘叔是当年那起事故中唯一的幸存者。哦，他还带回来一个玻璃罐，可惜后来碎了。没过多久，刘叔也疯了。关于我梦里的那个地方，我充满了好奇，其实一直想问问他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糟了，宝岩，你一个开车的，好大架子！你有人解释一下，我是不是跟你说9点用车啊？你看现在是几点了？我现在送你过去吧。不用了，去也没用的，晚了。局长，局长，我错了。哎，行，不用，不用说了。你加入农机小组的申请下来了啊？没通过。没通过？局长，3年前我就申请了，没通过。你说我工龄短，行，我认了。那现在又是为什么呀？哎，自己看。王卫国，王卫国，他都消失20年了，20年了呀！他工作失误跟我加入农技小组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是组织的决定，你还是自己反省反省吧。这不是鉴定文物的王大专家吗？什么专家呀，就是个司机。就是，以为他爸是在文物局工作，自己就能沾上点仙气儿了。嘘，小声点。再说了，就算王教授去了，不也没回来吗？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走吧。师妹，好久不见啊！你还有脸回来啊？这是我半身败绩，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？你早就被判出师门了，你和半身派没有半点关系。师父死后，你倒是有点门主的威严。请问你门下几人呢？是不是就你一个人？我知道你来这儿的
墓地。那个地方，我想了很久很久。没有降魔剑，我就破不了虚妄去八凡神印。你满脑子都是虚妄。好一个能挡百万雄兵，可惜这出穆桂英挂帅只讲到大破天门阵。师妹，你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？他在古浪峡中了埋伏，但见春心而死，西夏兵就把他的头割下来示众。滚！这次又没通过，啊！这工作最重要的是啥？这工作最重要的，我跟你说，啊！我去，我去！行了，别跟那杵着了，赶紧看看咱之前的东西还在不在吧。徽章很重要，你能替我把它保管好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啊，龙记小组，世界上最好的考古组织，它能解开世界上所有的秘密。我能加入吗？哎，你这杵半天了，你找着线索没有啊？我对这个地方越来越感兴趣了。然后呢？你陆子野认不认识什么行家？大仙，张大仙，张大仙。好雅兴啊！庚午年，戊子月乙卯时，煞南，时冲甲午，天刑，地兵，忌，入宅。哎呦，大仙，我不是有急事找您帮忙吗？我就是想找你打听点事儿。不知道。胖子说你什么都知道。他还说你们搬山派的人，我不知道。大仙儿，大仙儿，你看我人都来了，你给个面子呗。东夷有宝船，不在沧海，在天山。黑山，遮天路漫漫，八门无量生祸端。
你这徽章哪来的？家里的。你是文物局的人？开车的。八幡神韵乃十死无生之地，至阴至邪。你一个寻常人，为何想要了解这些？我就是想知道，那里头到底有什么。虚妄，一切你能想象的，那儿都有。宝岩，那咱得去啊。他说想啥来啥，那咱要是找着了，咱不就发了吗？我劝你们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。最近城中有人在打听神域之事，毕竟知道这个事儿的人都不会有好结果。走。这老头疯了，什么都不肯说。医生怎么说呀？精神有挺大问题，还是不能和人正常沟通。老二，东西拿到了。就差地图了。混蛋！找到他们。你说怎么判断一个人是真疯呢，还是装疯呢？听说他挺心疼王宝银的。刘叔。来得正好，省得我再去找你了。原来偷我们家东西的人是你，你到底谁啊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但你有一样东西对我很重要。什么东西啊？地图。地图？通往八幡神女的地图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现在想起来了吧？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地图。刘叔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没事吧？
梁叔，你大爷的，回来！胖子，追！站住！扎！我一定会把东西找回来的。他怎么不认识了我？小爷我堂堂七尺男儿，我遭这罪我。二位打算怎么办啊？能怎么办？跟衙门死磕到底。他们有火气啊！那怎么了？啊？那谁还没点趁手的家伙事？他们应该动身去八番审狱了。那我们就去八番审狱。少爷。这山哪逃得回来的？文物局。你有办。来，等咱去了徐旺，咱他妈也弄一辆。啊！你要是见了那帮人啊，就只剩徐旺。嗨，那回是他们跑得快，啊，这回。我要替天行道。嗯，不是，大仙，您听我说话了吗？别一天天老跟您那耗子玩啊！我错了，大侠，我错了。对了，你爸不是文物局的人吗？他没跟你说过什么？二十年前就什么都没说，现在更不可能了。正所谓，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。都不还。你看那上面跟这个图一模一样。去去去！我说你俩到底靠不靠谱啊？这不是找不着路吗？我说郑大仙儿。你这好歹也是这个半山脉的唯一传人，你就没点办法呀？哎，你们看啊，这儿的山丘比咱们刚来的时候要大一些，所以呢，哎，你们看那什么？别动，那是沙鼠，很危险的。你胖爷，我会怕个耗子？
王宝银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为了找到八幡神域，你连累了所有的朋友，现在他们就要死了。真像他呀，宝银，你醒了，你睡着好。没事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米莉，是他们兄妹救了咱们。谢谢你们。不用客气。米莉。没事吧？好着呢。这什么情况？这好像是一种祭祀的形式。队伍的领袖叫一声强哥不过分吧？对，强哥带我们来沙漠旅游。你们就不该这个季节来，风沙大，慌得很，没什么好玩的。我哥说的对啊。艾米丽，你们刚才的祭祀是在祈求什么吗？那是我们族的传统，每到月圆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祭拜邪神。那你们为什么要祭拜他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我们的祖先想要找到水源的源头，看能不能把水引流过来。于是他们就沿着隧道，顺着水源，一直找，一直找。最后，他们找到了一艘悬挂在天上的大船。
并且找到了通往天国的路。那他们真找到去天国的路了？嗯。不过过了没多久，一位年长的长老就写下了我们刚才唱的歌谣，不久就感染了疫症，死了好多人。啊，那你们一直住在这儿吗？100多年了，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。100多年？那你们就没想过去外面吗？怎么没有啊？我们必须遵守祖先定下的规矩，留在这里，敬畏邪神，不可以随随便便离开我们的家园。那还有其他人来过这儿吗？没有了吧？哦，前几天我哥在怪石沟那儿发现了一些车胎印。怪石沟？嗯，哪个方向？你们对这些其他人很感兴趣的。咱们现在的位置在这儿，遇到黑沙暴的位置在这儿，而米莉叔的车辙印在这附近。很简单，他们没有遇到黑沙暴。那既然位置已经找到了，我们明天一大早就出发吧，这样还能有机会追上他们。嗯，你这是什么呀？就是地图上所显示的八幡神域。你们看，那是什么情况？修身伤度，井死尽开，井水无妄是正义。正东，且随天成生。震、离、坤、兑、坎、乾、艮。生水无量是东南，西南，且随天成静。走。
是干什么？他们要去神域，那里神圣不可侵犯，任何人都不可以冒犯那里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问你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了我们的族人。为了咱们的族人，你就可以滥杀无辜吗？哥，你说他们是无辜的？郑大仙儿，你跟楚江平到底什么关系？谁？什么关系？谁跟谁的关系呀？说吧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过来？你有你的目的，我也有我的。我什么？谁？啊？谁？谁跟谁的目的？什么目的？之前在营地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吃任何的东西，你在避开所有的族人。一开始我以为你是在警惕他，现在看来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大仙儿，你是不是真知道点什么？还有之前在疗养院，怎么这么巧你就出现了？姑奶奶好心救你，你竟然这么说我？那你到底为什么要跟过来？好，那我只能当你跟他们是一伙的。谁呀？谁是一伙的？王宝音，我受够你了！你从一开始就不信任我，是我把徽章弄湿找到地图的，你呢？故意不告诉我入口的位置。那是因为你在利用我们找到入口的位置。现在好了，地图丢了，我们对你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利用的价值了吧？这话说的有点严重了。是，我一开始我就利用你。王宝银，就凭你想来八幡神域？文物局给你停职了，你没事干了是吧？你记住，你就是个开车的。哎呦喂，邓大仙，你都给、哎……还有你，你知不知道你戴这破项链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人家送你上路呢。大仙儿，胖子，走。宝爷，宝爷，宝爷，听我说，宝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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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，胖子，怎么了？浑身没劲儿，我，哎呦，浑身没劲儿，哪受哪受。忍着点啊！起来，能走吧？走。我代表文物局向你表示感谢。这是治疗癔症的药品。20年前，我的部落爆发了癔症。是那个专家说会有办法的。可惜，他去了神域，就再也没回来过。但如今，我的孩子依然会得这种病。希望你这次去到神域之后，
能找到病因的所在。放心，我们自然有办法。米莉，我是真心啊。都死了。谁死了？我哥，我哥哥林族人都死了。死了，都被他们杀了。为什么？他们是谁？设置好了，这里应该就是入口附近了。陌上日月街倒转，黄金城内险八分。三界烟火天地乱，唯见船首一身干。陌上日月街倒转，黄金城内险八分。你倒什么呢？让我想一下，倒转日月，
所谓倒转日月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把日月倒转，而是同时能看到太阳还有月亮，能在一个位置同时看到太阳和月亮，那他们俩的交汇处那边就是大门，走啊。胖子，找着了，这应该就是米奇所说的，他们祖先走的庙。走啊，宝云。哥们下去，万一要是交代在这儿了，我想麻烦你个事儿。啊？哥们真有一件嗑药，就在我那床头柜上，用我的红裤衩包着呢。我万一要是在下边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可得把我收上哦。别说这些没用的，胖子，咱们俩一块来的，就必须一块回去。来，哎，胖子，什么声音？因为刚才的爆破，这里的地质结构变得很不稳定，我们小心一点。好。胖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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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，胖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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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醒醒，胖子，胖子，我还以为他死定了。哎，兄弟，我这啊，实话，真是太实话了。本来我是不想杀你。你怎么就
这么作死？放了他们，米莉，没事就好。放，师妹，又见面了。原来你跟他真有关系。我跟谁有关系，都和你没关系。你沙山和什么劲儿啊？当你的搬山派唯一的传人不好吗？就是小魔姐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想到这个地方，可师父却说我心术不正，他把我逐出了师门。少废话，就是小魔姐。师父怎么死的？你有兴趣想知道吗？那天晚上六枪，我骗你的。告诉我不就好了吗？这是我们搬山派的事儿，告诉你个外人干什么？不过还是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你救了我两次，我还欠你一次呢。这才像个人话吗？哎，那你为什么来啊？为了我爸。算理由吗？算。胖子呢？醒了醒了，强哥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？哦，疼。哎呦，哪疼？哪疼？这对不起强哥，我哥他不是有意的。啊，嗨，都过去了啊，没事了，以后咱都是一家人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只要你没事就行啊。胖子，胖子，胖子，你们俩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哎呦，强哥腿受伤了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来，
我帮你包扎一下。忍着点啊，忍着点。哎呀！快好了，快好了。这些还有问题。开天地裂，第一个萨满祭祀受到了神启，得到了一个从天而降的灵物，它能够通往天国之路。1000多年前，这个宝物遗失在大海之中，后来被一个女孩得到。到底发生了什么啊？这帮人怎么全死在这儿了？这不是宝言，我师父说过，有些事儿该放下就要放下，人总要向前看，不是吗？王叔，
宝银没给您丢脸。原来你是他的儿子。他来过村子，是个很自信的人。他说这儿的水源有问题，还说有一天一定能帮我们找到去除瘟疫的方法的。他没有完成的任务，我们来完成。真的存在啊。
还有你这样的徒弟！王宝爷，我们搬山派的基业就葬送在此了，你对得起我们吗？宝爷，胖子，我不想死，我害怕，我不想死。胖子，他们全都死了，你要为此付出代价。王宝爷，你对得起我们吗？宝爷，宝爷，你得救我，宝爷，宝爷，救我！小心，胖子，美丽，起来！
找到八幡神域，你连累了所有的朋友。王卫国，他们说你工作上有重大的失误，就是因为这个，你的儿子都无法加入龙晋小组。他们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懂。我知道你是因为责任来到这里，而今天我是因为你也来到了这里。我多么希望你真的能够回来。儿子，我回来了。爸爸，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你制造出来的幻想。你利用我对父亲和朋友的牵挂，想阻止我结束这一切。但我跟你不一样，我要完成我父亲没有完成的任务，我要解决这里的一切，我要让他们都活下来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他们身体里是一种植物神经毒素，中毒以后啊，人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会受到影响，也就是说会产生幻觉，对时空啊，对这个时间都会产生错觉，甚至会出现自我歪曲、妄想，还有思维分裂的这个症状。那会不会影响他们以后的生活？不会产生后遗症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
让我先忙了。好。老爷，醒了。局长，今天说好了，你开除我可以，越野车我赔不起。嗯？什么越野车？王爷，你醒了。就差你了。宝岩啊，上头打算重组龙记小组。龙记小组？欢迎你加入龙记小组啊。明丽，明丽啊！咱都这样了，我想把我最重要的东西给你看一眼。啥呀？我给拿出来，你知道了。这什么呀？你看看就知道了。红色的。这什么呀？这就是你要送我的？这是我这摊上唯一一件真货。真的？不不不。